依家喺瑞球，新年假期就系放晒啦，大家亦都开始慢慢要重返呢个校园生活啦。大家有冇挂住咧上堂时候偷偷地画嘢嗰种感觉啊？我以前上堂嘅时候咧，都会有时都会因为太无聊嘅关系，都会画下嘢嘅。不过画画咧就冇天分，所以一直都画得唔好啊。只不过高手啊在民间，近期都有唔少网友咧，亦都分享佢哋以前喺课本上面嘅涂鸦。我哋就嚟一齐欣赏佢哋嘅佳作啦。咦，系野生嘅铁甲犀牛啊！原来呢位仁兄嘅头发系咁样，系因为前面有把风扇。好朋友梗系要相亲相爱噶啦，用佢嘅拳头嚟亲吻对方嘅鼻，系对一啲非常特殊友好嘅朋友嘅表现。原来自拍神棍喺咁多年前已经有噶啦。大家如果睇过《玛丽莲梦露》就会明白咧，这个表情真系同《玛丽莲梦露》个表情非常之夹噶，所以难怪作者会将佢改成呢张图啊。佢嘅表情同佢个同佢拎住支枪嗰完全唔夹噶。左上面亦都有形容到话呢个人个眼充满住迷惑，虽然枪已经上咗膛啦，但系佢开唔开呢一枪好咧？呢张正呢张，好中意呢张啊，其实好立体啊，画得。同埋佢嘅字都几靓 ，You look great in that sweater。你后面班齐马喺度，我点都会赞你着得好睇啦。原来摇滚乐系咁样嚟噶，喺石器时代已经有摇滚乐噶啦。自从出现咗巨人之后，食物链出现咗好微妙嘅变化，人类终于都唔系食物链嘅末端，巨人先至系。睇下呢位朋友真系好中意科学啊，虽然咧亦都好唔科学。右边嗰位朋友可以踩住个滑板，都仲可以拎住个放大镜，利用太阳嘅强光聚焦，然后烧伤前面嗰位小朋友。呢个情形我都明白左下角嗰只牛嘅心情嘅，真系吓到呆咗 ，O 咗嘴。Sure, what can I bring to the party? Don't worry, just bring yourself. Okay. 目标系佢嘅后颈。睇嚟所有嘅拜厄书咧，都系离唔开呢个巨人嘅影子啊！呢个人将会变成乜嘢咧？将会变成斧头帮嘅一份子。再望，请你食花生。好啊，等我望多两眼先。唔该，花生。而呢张图究竟作者将我搞成乜嘢人话咧？周杰伦其实真系有几似我 ，OK 话一个周杰伦拎住三张周杰伦，超屌的，超屌。好好奇我膝头哥系咩味道嘅咧？闻起上嚟好似早餐食嗰啲麦片啊！诶，原来你喺度啊，见你唔到嘅，自己做啲傻事，然后发现原来有人喺度望住，嗰种感觉就系咁样啦，好尴尬。将呢个靓仔改造成一个着住情趣内衣嘅小朋友，然后再加埋呢个漫画入边成日见嘅放射线，非常之有戏剧效果啊！醒龙拳献出你嘅肾脏啦！有冇人同我一样见到张图谂起一样嘢？暗杀教室嘅杀老师，唔好意思，打我唔到，立即用20马赫嘅速度闪开咗。唔知点解望到呢张图咧，成日谂起咧，以前有一只草泥马 game， 一只草泥马食其他啲生物定乜嘢，佢越食越大只，跟住变到好奇形怪异咁样。唔知呢个朋友有冇玩过只游戏啊？冇人好似你大便大得咁型啊！喺呢个世界尽头嘅马桶上面，可以咁豪迈咁样去厕所。而下面嗰句亦都形容得好贴切：瓦加不下的拿破仑，呈现出沉住、强健、克服万难的形象。真系只有拿破仑才可以做到，天使之吻、恶魔之吻，对我嚟讲，只要系红唇蛙之吻，都系地狱之吻。佢冇改表情，搞到成件事好滑稽。一个拎住支枪打劫，另一个咧就举高双手，但系个目光唔系望住对方，系望住下边。我深深咁体会到作者系好中意比卡超同埋呢个叮当。你睇下，成本书都系佢哋。只要有睇过巨人嘅话，都会觉得呢一张图改得十分之好。即系同巨人嗰个环境咧，真系好似。大家唔知有冇留意到张图嘅文字，所以圣母玛利亚，唔该个环境咁似我第一巨人漫画就见到噶啦。Did you see many beautiful fish？ 然后呢个小妹妹笑住咁谂起当时一只鲨鱼食人嘅美丽景象，真系好温馨啊！除咗呢个表情够晒滑稽之外咧，佢用呢个坐姿嚟坐 Formula One， 应该会留伸条颈。I'm Patrick Starfish， 又系我派大星啊 ！Oh， this hat is so nice。俾个店员一脚压落嚟，仲可以话啲帽唔好咩？原来一直以嚟吸尘机真正用法系咁样，我哋咧一直用错咗啦。哇！呢一场嘅打斗真系好动听啊！唔系，我意思系话呢一场嘅演奏真系激烈啊 ！Starry starry night, paint your pale blue and grey。唔系啊，你以为我识飞？你哋误会咗啦，系我只狗真系跑得好快啊！大家睇住呢支旗，只要发动呢支旗，大家就出去斩巨人啦！然后刘基最尾都变成乔巴，好惨哦！乔巴只系值50蚊。当你揾到乔巴嘅时候，我就会送你50蚊。好啦，系时候到杜甫出场啦。而我不知道杜甫是谁，佢揸电单车有冇咁劲先？电咩单车啊？我系德马西亚人，最自豪嘅就系拥有呢一片净土。只要我盖伦一日喺度，冇人可以喐到我后面座塔。咩话？喐唔到？睇怕你都系未见识过我三角龙嘅威力顶啦。你只咁嘅烂行鬼龙，俾我呢个三刀流杜甫劈两嘢都死啦，第三刀都悭翻。你把咁烂鬼刀可以喐到半条毛，你都系唔好做无谓嘅挣扎啦。翻翻你个烂鬼船里面做你烂鬼海贼啦。咩做海贼话？唔系好听清楚你讲乜嘢？睇嚟呢个杜甫都唔系好应付，睇嚟都需要我出动呢个特强嘅 sniper 先可以搞掂佢。老夫好似听到有人话要搞掂，唔系咁天真啊嘛。
睇嚟都有唔少嘅漫画家都系自细喺学校度训练出嚟噶嘛。唔知你最中意边一张咧，或者你有睇过啲咩好有趣嘅图画，亦都可以欢迎留言话我知。最后亦都希望大家学校入边咧，除咗学到想要嘅知识，亦都去享受到个过程啦。今集嚟到呢度，再见。啊！我个 Mikasa no， 其实张图最好笑嘅地方就系冇改个图，但系咧就俾网友话我飞紧啊！我竟然可以喺泳池嘅跳板前面喺空气度行啊！呢张图嘅说明真系好笑。